當年咧，我記得好得意嘅。點解我要讀呢個戲？其實好有原因嘅，好有原因係首先我讀緊書嘅時候好中意呢個劇本啦，覺得好好玩啦。另一樣嘢就係咧，我讀書係讀表演系嘅，即係話我係讀演戲嘅，因為我哋要分導演系啦同埋表演系。咁喺導演系嘅同學咧，譬如一班可能得三四個、五個咁樣，咁最後嗰年畢業嗰年咧，佢哋一定可以揀一個導演作品。譬如我揀一個中意嘅劇本，然後我可以導，可以選擇自己中意嘅演員，有個輪選，跟住我導一個戲，我上嗰個叫做我嘅畢業作品。咁但係表演系嘅學生咧係唔可以嘅喎，咁我哋就參加輪選，就被揀。如果揀得到你咧，你就可以做主角啦。咁啊揀唔到你就等下一套啦。咁好彩嘅你會有機會，或者好多機會；唔好彩嘅可能你一套都冇機會咁樣啦。一個好想做嘅角色，但我選唔到。我好記得我唔開心，即係嗰種唔開心係唔係好嬲，而係好傷心，我 cast 唔到。但係我有一種感覺就係點解呢？點解導演可以喺畢業嘅時候去揀一個自己中意嘅戲去做，但我哋演員唔可以，我哋永遠都俾人揀。我想啲嘢控制自己嘅手上，我唔想只係停留喺演員俾人揀嘅一個過程。咁所以我一畢業我就導呢個戲啦。咁亦都揀咗自己好有信心嘅、好合拍嘅演員盧子珍啦，咁同埋另外兩個當時 APA 入邊嘅同學仔，即係呢個有少少懷自己一個心願，即係我想做一啲自己控制得到嘅事，所以佢就係我第一次嘅導演作品咯。我好中意小人做嘅戲，呢幾年自己做除咗讀嘅戲之外，其實參與嘅戲通常都係比較少少咧。嘅時候排戲咧係好緊密嘅，呢幾個人就一齊喺一個排練室度困獸鬥，一齊去磨啲嘢出嚟。譬如我之前做二人餐啦，做聖何西謀殺案啦，即都係兩三個人去一齊，大部分時間都係呢兩三個人。我諗我自己好享受呢一種咁少人嘅排練室去排一啲嘢出嚟。咁呢個我 that's why 我好中，即我會當盧子珍邀請我嘅時候，我會都想參加啦。佢哋三個人帶出咗咧好多唔同嘅關係咯，面臨離婚嘅男女啦，又或者係啱啱初戀一見鍾情啦，然後最好笑嘅就係佢問乜嘢係愛，即係成個戲入邊你愛我嘛，你證明俾我睇。你有幾愛我？你讀俾我睇。咁我諗希望觀眾睇嘅時候，即其實都係去諗翻究竟而家所謂嘅愛情究竟係喺乜嘢咧？即真愛仲存唔存在咧？佢係好靚嘅出現嘅時候，但你發覺原來每一段感情過咗一段時間，佢都會開始死亡，會開始會開始你覺得悶。咁我哋點解仲要喺埋一齊咧？佢其中有一個問乜嘢係愛情咧，好簡單，就係兩個人一開始因為對方個樣而互相吸引，然後傾落 OK， 然後最咩啊？最緊要係最背大家嘅背景係相襯嘅，然後有相近嘅職業，於是有溝通嘅話題，咁就叫做愛情啦。咁樣呢個女人係比較計算啲嘅，比較可以目標為本咯。好清楚，佢覺得應該係咁嘅。我自己冇咁多呢啲標準嘅，其實我覺得，即係因為我覺得愛情要發生咧，真係你計唔到嘅，亦都係有陣時未必係理性嘅。但係我覺得 Adam 叻嘅地方係佢講曬出嚟，其中佢一句好講，咁個男人就話，個老公就話，咁好事實擺得好清楚啦，我哋唔搞啦。我離婚啦，應該咁樣。咁個女人就話錯，而家係顯示我哋婚姻有問題，有問題應該係解決，唔係離婚。咁我覺得呢個係 Alan 勁嘅地方，即係佢知道佢點 handle。然後去到有一個劇情有一個位就係佢好掛住其中一個男人啦，我唔講邊個啦，即係佢能唔能夠嗰刻可以 break through 到自己，然後去講。其實我掛住你，不如我哋喺埋一齊。然後跟住呢兩個人就係用所有方法，希望可以消滅另外一個人，去走翻埋一齊。咁
其實呢種狠呢，身邊人我又唔有陣時會都會見到嗰種狠係好不惜一切去做嘅。咁呢種愛其實都好講勇氣，我覺得。可能有陣時有啲人都會覺得，哎呀，你一個人搞獨腳戲嘅喎，即係編導演監都係你，咁你咩都識啦，咩都知晒啦，你咪唔使唔幫啊咁樣。呢一個就係其實亦都係等於 Alan 佢入邊內心嗰種，其實佢都有無助同孤獨嘅時候咯，都會覺得好想人哋明白自己，其實我唔係你哋想象中咁強悍嘅，我都有柔弱嘅，你可唔可以發掘我呢一面出嚟啊？咁樣咯，咁呢啲位我就覺得其實而家香港亦都好多女性都係咁樣。我覺得愛情好有趣嘅係佢會俾到一啲唔知乜嘢力量你，去令到你不惜一切嘅。咁我都試過嘅，即係試過可能你會同一個人開始之前，你有好多猶豫嘅，得唔得㗎？好似唔 work 嘅喎，或者好似唔好嘅喎，或者有啲人會，其他人會唔會有意見呢？咁，但係當你真係好想嘅時候呢，佢一定會開始。愛情係你可以追求一世，係啦。但係兩個人開始耐咗之後，係咪之間嗰啲一定係感情呢？係唔係嘅？其實係一個功課嚟嘅，愛情變成一個功課，係點樣令到兩個人之間繼續有愛情咯？